Death Valley 的日出时间是早晨6:39，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是6:40了，但太阳还躲在山后面呢。摄影师们都来了。这个地点是 Zabriskie Point of Death Valley National Park。但是日出还没有啊，日出快了。哦呦呦，呜啦啦！这里摄影师都排成了一排，把镜头都对准了前面的那个方向，所以我也把我的镜头对着那个方向吧。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冷啊，风也比较大。我的架在地上的 GoPro 还被吹倒了，跟昨天那个高温比起来，差距甚大。日出说的是6:39，可是因为后面有个山，东边有个山，所以呢。到都7点多了，这才慢慢的出现了。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就是东边的那个云，这个太阳一会儿从云里面冒出来，或者被云遮一遮，这里的情况就很不一样。但是当太阳真正能照到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这里简直是太美了。哎呀，这比白天来的时候好看多了。因为白天来的时候，它没有那个明暗，没有那个 contrast。现在呢，因为有阳光的影子在山上，所以说呢，就有很强烈的这个 contrast。对比，所以呢，就显得它非常好看，哇，我很喜欢，还可以再来呀。现在再 zoom in 一点啊，zoom in，看一看这个效果，挺不错吧。所以呢，要看 Zabriskie 的 point 的最好的时间，恐怕就是早晨7点到8点这一段时间了，因为这个 contrast 实在是太强烈。好了，Zabriskie Point 的日出就到此了，再见。